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小马啊。今天到这个六十二潭来了，六十二潭这是个缤纷区，来把营业执照拿出来。前面办营业执照办的焦头烂额的，因为需要注册什么实际地址嘛，但是最终还是弄下来了。咱们先进去取证去啊，咱们先看把证拿好啊。营业执照拿上了啊，一大一小两张纸，顺便也不给你看了啊，因为个人信息呢。然后这12点多了，咱们该吃中午饭了。吃中午饭吃啥？咱们就采用就近原则吧，因为现在咱们在六十二嘛，六十二趟离我姐夫家也就是3-5公里吧，咱们去找我姐夫去吃个啥，去了再看吧，好吧？吃饭嘛，反正就是吧，能唱啥是啥，也不点菜了，去看。哎，老伴，做个饭吃，老伴。啊？啊？啥？我看你这个腊肉蘸鸡嘛，终于到了吗？这腊肉？嗯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天有点燥，吃腊肉，但是忍不住呀，那就吃个腊肉吧，啊？好。好不？就腊肉。好吧。美的做个腊肉，啊。看你肠子行不行？有肥有瘦才是最好的肉。我看。哇，可以，就这个东西。我说你的肠子有点粗啊。看一下我姐夫他们家的店，东来顺餐厅评价榜第一，口味榜第一，环境榜第一，都是第一名了。他们家的烤肉太出名了，所以到我姐夫家必须来一顿烤肉。哎，小马又来蹭来了。哎，姐夫，你那个啥，人家好多人私信了，你这手艺教吗？不教？教呀。啊？教呀。可以教吗？我还把你回绝掉了几个，我想你不教呢。江外的朋友。江外的朋友，新疆不行是吧？江外的朋友可以。交位朋友，来，就是想来学这个东西的，咱们用实力说话，对不对？人家啥都是第一名，这个不是我小马吹啊啥，虽然是自己的亲姐夫，咱们有啥说啥，有一说一，好吧？那我先吃肉了，美美的烤肉，烤肉上来了啊！我的最爱是啥肉的？我的最爱哦，就是马肉。虽然这个季节稍微有点早了，吃肉肯定扛不住。咋的也太超过了吧，这肉太多了。哇，小马最爱就是马肉，没有别的。看带肥肉的肠子一定要肥一点。嗯，太过瘾了。吃完这个，新疆开始冷了，早晚特别凉。现在早晚可以，那中午怎么办？我估计明天我就得上火了，但是这东西真忍不住。烤肉啊，这个他们家肉就是一口香，真正的，因为特别扎实那玩意。嗯，烤肉加上馕，你看这块嘛，比我眼睛都大。然后来个腊肉面，才发现今天没有菜嘛，全是肉啊。今天啊，好事情两个，我把营业执照办好了，再我姐夫家就是完美的一天。然后那些想吃烤肉的师兄，新疆的就不教了，内地的朋友都会教。然后你们剩下事情自己聊吧，在我姐夫家完美的一天，很完美，拿烤面。